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365面，365面。第七行当中，我们从法印者，从这看起。相感而自然开法印。慧疏曰：菩萨于多极多界，即不施持戒功，故自感宝藏永除因其德。佛在经典上说的这些话，决定是真实的。这一点呢，我们要有信心。那么由此可知，佛常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想是感，这一切法自然开发了，这是因。清净心，感清净土的果报。诸佛如来的报土是这么来的，染物的心所感的是秽土，六道众生居住的环境相感而自然开发。究其原因，无不是自作自受啊！这个道理总得要搞清楚、搞明白。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那就得恭喜你了。为什么呢？你得大自在了。所谓大自在，一切境缘无不随心所欲，这叫得大自在。佛菩萨常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一个得大自在的人，跟这两句话相对应，就显出大自在的果德。大自在的果德是本有。换一句话说，你本来是大自在啊。今天搞出这样悲惨的局面，
是我们的心态产生错误了。我们把宇宙人生的真相看错了。与一切法想错了，不要说外面，说我们自身，身内，许多在生活上的问题，工作上的问题，待人接物，全都想错了。做错了，自然开发的环境呢，也就出现特别的恶劣了。必须在这里面受苦受难，就如同说做噩梦一样，梦是假的，自己不知道是假的，在梦中受尽了痛苦，醒过来才知道是假的。我们在六道，在三途，现在人间的生活环境，我们比照经典核对一下，现前人过的生活，好像跟三途没什么差别。这个原因，我们冷静去观察思维，不难得到啊。我们想改正我们生活的享受，从哪里改起呢？端正心念，而端正心念，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在经典里头苦口婆心。告诉我们一个最真实、最有效果、最快速、最容易的念佛法门。我们有缘接触到了，但是烦恼习气放不下。不会念呐，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很容易，但是不会念。所以念了几十年呢，没效果，于是信心就失掉了。对于佛所说的话了，产生怀疑，这个疑是根本烦恼里面的贪嗔痴慢疑，不是对其他的怀疑，对圣教怀疑了，对佛菩萨怀疑了，
对自己怀疑了，那这怎么办？啊，只有继续搞轮回，还得要吃苦头。什么时候苦头吃尽了，你不想再吃苦头了，这个时候你回头了，回头是岸啊。只要能回头，佛菩萨就会帮助你。佛是门中不舍一人，这是真的。我们起心动念，一举一动，诸佛菩萨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可以说清清楚楚，寥寥分明。他们慈悲呀，等着我们回头啊！我们不知道感恩，不了解事实真相，对不起佛菩萨。所以慧疏这两句话，我们在经世感慨特别的深。啊，今天地球的灾难这么多，历史上从来没有看见过，灾难是果报，果必有因。我们要认真去思维，去观察，业因果报，丝毫不爽。我们才会真的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断真心念，这才能自救。自救而后才能救人，才能拯救地球啊。这一段我们就学到此地，啊，看下一段。这也是属于感果。何为长者居士豪心尊贵？何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这一段，长者乃印度古时对年长并且具有德行财富这些人的通称。法华寻赞云：心平性直，遇事行顿，持脉才引，名为长者。啊，
这是古印度对于长者他必须要具备的德行。不具备这些德行呢，不能称为长者。把德行摆在第一，你看，心平性直。性直，我们中国人讲的真诚，平等，平等心待人，真诚心待人，说话不妄语，与时讲话真实，行顿，行是身行，顿是顿悟就是今天讲的和谐待人接物和谐。持脉是年岁高至少也有40、50有这样的年龄还拥有财富。具足这些条件呢，则成为长者。居士，在家学佛者之通称。《法华玄奘》第10卷说：“守道自天。”这些是学道的人，决定是遵守戒律，淡然安然，生活平淡。孔子说的，不亦乐乎。佛法说的，法喜充满。为什么？寡欲。没有过分的欲望。生活所需，适可而止。古人所讲的知足常乐这些人决定没有分外多求没有蕴德蕴藏的是道德。换一句话说，他心里头有德行。佛法的德行是摄善、三规、戒律。六合、六度、普贤、十愿，这是德了。菩萨心里面只有这些东西除这些东西之外他没有。而且这些德行
就像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劫是多，多劫是一，一多不二。一个德目具足了，一切德目全足了。比如说，他有舍身，肯定具足三归五戒、六度万恨。为什么？我们看菩萨戒经，菩萨84000细心从哪里来的？十善开发出来的。不是有为的开发，是自然的开发。心里头真正有十善，表现出来的时候，自然有84000细心。凡夫看不出来，粗心大意啊！佛菩萨看出来。啊，这属于自然开发，这是居士在家学佛的，又会说语，性贵位高，大富年齐，市民长者，意思都差不多。啊，姓贵呀，他是贵族，啊，地位很高，啊，做的官很大了，啊，大富，他是拥有财富，年岁也大了，啊，这称为长者，多积财宝。身归浮尘，居家丰盈呢，名居士。这第一句啊，多积财宝，这不是世间财宝，功德发财啊，这个财宝是什么？智慧德相。是自信本具的，人只要修德，自信的财宝自然发露。啊，这一些财宝，财宝的本意就是能解决一切苦难，啊，那功德财宝，那就不可思议了。前几年，我们看到山西小院的报告啊，看到这一套光碟，40多位得癌症的病患，医院宣布无法治疗了。啊，告诉这些人，寿命呢，大概只有3个月了。这些人，等于是听到宣布死刑了。啊，只有3个月的寿命。
没有任何指望。他们遇到佛法，遇到净土，实心塌地，念佛求生净土。念了3个月，病好了，再到医院检查，没有了。啊，医院都感到非常惊讶了。这个信息流通到全国。我接到这些光碟，我看了好几遍，很受感动。这些人依照佛法来讲呢，他们为我们做正转啊，三转法轮，最后是拿出证明来给你看，证明了一教经上所说至心一处，无事不办。啊，他们3个月把心放在阿弥陀佛上，阿弥陀佛就怕他了，把他的病全治好了，他自己还不知道。啊，那在我们这一部经上，黄念老引用《净严疏》里头一句话：“执心一处。”这351面倒数第二行。后面跟一教经上一样，无事不办呐。这是什么力量？给诸位说，这是你自信不思议的功德力量，不是外来的。借念佛的方法，我把心执在阿弥陀佛上，就相感自性功德自然开发，问题解决了，有方法了，有感应了。啊，有人跟我说，别人有感应，我不行啊，你是不行。不行的原因在哪里呢？你不相信，你对这个问题有怀疑，行之又不利，啊，念佛的时候夹杂着妄念，啊，把你念佛的功夫全破坏了，你的感应不能现前。原因在此地。
自信功德是圆满的，自信智慧德能是圆满的。大经上我们常常念叨：法外无心，心外无法。换一句话说，心要是能集中在一处，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样不能不是圆满解决。那这身上这点小毛病，这算什么呢？生死大事都能解决，能往生极乐世界。生极乐世界，十报土，做得到做不到？做得到。为什么？你本来是十报土的菩萨，回到十报土是正常的事情啊，哪有做不到的？啊，只要我们能够在一切万物不再起心动念，就成了。啊，不起心不动念现出来的境界是十报土。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现出来的境界是十法界。啊，心地清净现净土，是圣法界。心地染无自私自利、名闻利养，现出来的境界是六道。啊，要知道，六道十法界跟如来的报土本来都没有。所以佛才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些境界全是梦幻泡影的。一个觉悟的人，明白的人，对这些境界不再起心动念，不再分别执着了，这是正确的啊！这才是符合事实真相嘛！所以，多积财宝。意思是深入金藏啊，一门深入啊，常时熏修啊，这叫多积财宝。啊，下面这一句是深归佛尘。啊，佛法里面一佛尘。这是最究竟，不是三乘、二乘啊，大乘、二十一佛乘，居家奉行，这一句才是讲物质生活。
啊，也相当的丰富啊。为什么？这是感应，因为他有道德。一个有德行的人，尤其是学佛的，一定是欢喜布施啊，持戒忍辱啊。啊，持戒忍辱是真正的德行啊，布施，财布施得财富。发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所以说，在家居士居家丰盈，他行三种布施，得三种殊胜的果报。好信，指名门，世世代代这一家都有贤人出身的，都有大夫长者出现的名门的望族啊，大姓贵家啊，如乡里之贵者啊，称为乡豪。这个豪就是豪姓，豪门贵族，尊贵指高官贤吏，刹利是梵语，王族啊，印度四姓里面的第二种。啊，四姓第一个是婆罗门，婆罗门是宗教家，宗教在古代确实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这些人，大哲学家，啊，还兼具大哲学家、科学家，第二呢？才是王族啊！那么尤其知道啊，古印度人重视人的道德学问的修养，他把这个摆在第一位啊，帝王摆在第二位。啊，对德行学问的尊重，刹利，居云刹帝利。中国人喜欢简略，啊，称刹利，居。《西游记》意为王种，啊，意思是皇族。即今所谓啊，
王家贵族，又知多论三十二页，查理者王及大臣也。啊，国王大臣。制度论跟西域记这两部书里面意思稍稍有一点差别，或者是古印度大臣都是贵族，这可能非常非常可能啊，国王是一国之主啊。这是人间的，啊，下面转轮圣地，或称转轮王，简单的称转王，身居三十二相，即位时。从天感得轮宝，轮有金银铜铁四种，一起次第统领四三二一之大洲。这是佛经上说的啊，这也是人间的福报。到最高呢，这就是转轮圣王啊，人间没有比他更高的了，比他更高的是天王。啊，显然跟我们是一个不同维间的空次，这个不同空间维持。啊，转轮圣地一般也称为转轮王，身居三十二相，这是世界贵相啊，啊，他通通居住。啊，三十二相，即位时，啊，轮王即位的时候，自自然然从天感得的轮宝，这个意思是，轮宝不是他自己造的。是上天赐给他的，天人所造的，这个宝是圆形的，啊，所以称它做轮。它是飞行的工具啊！我们在这许多年常常听说有飞碟啊，不明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些飞行物啊，形状像一个碟一样啊，称它为飞碟。凡是乘这些交通工具被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属于人道啊，天道有神足通，不需要交通工具
来去自由。啊，鬼道里面也有神通，他也不需要这些工具。这些工具只有人道需要。啊，譬如我们人道，现在想做太空旅游。啊，还有人建议，这地球上灾难太多，移民到金星上去。啊，到其他星球上去，那要个交通工具。啊，太空飞行，这个交通工具设计最理想的是圆形的。如果这些飞碟真的是外太空人到地球来探险的，说明他们的科技超过我们。我们还做不出来，他已经做出来了。啊，他们已经有能力到地球上来去自由。啊，在科技上我们比不上他。轮宝是他的工具，他的交通工具，同时也是他的武装。啊，像我们现在战斗机一样，是他们的武装。啊，那么他有金银。这个轮有四种，啊，金轮、银轮、铜轮、铁轮，四种。我们相信它的速度不一样，它的威力不相同。啊，它的速度、威力能达到的地方，那就是他所统辖的地区。啊，金轮王统领四天下，叫一四天下，一个单位世界。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佛经上讲的这个一四天下了，一个单位世界，是一个银河系，它必须有这个工具，有这种威力，它才能统治银河系呀。啊，换一句话说，他能在一天的时间啊，两三天的时间，银河系上任何一个星球他能够达到，他才能管得了啊。他到不了这个地方，他就管不了这个地方了。啊，他有这么大的能力。佛经上讲的四大洲，东南西北，四个大的地区，这是星系。啊，轮王一定有居住的地方，也就是说他的首都所在地。啊，我们地球，佛告诉我们，这属于南瞻部洲，这一个洲啊，有一个轮王，铁轮王，
管一州，同仁王管两州，银仁王管三州，金仁王管四州，就是管整个银河系。啊，好像这个行政组织啊，它有级别的。那么南州，我们相信有很多星系啊，龙王不会在我们地球上。啊，飞碟真有，我见过。好像我还没有学佛，60年前，我学佛到今年60年，没学佛之前。在台北看到的，下午4、5点钟时候黄昏了，啊，看到空中有放绿色的光，不动，停在那个地方，看了很久，以后我周边的人通通都出来看。啊，看了大概有6、7分钟，它开始移动。啊，这一移动的时候，先很慢很慢，然后速度越加越快，就不见了。第二天，报纸上登了，不明飞行物，很多人看见。啊，在台北上空，啊，这是我亲眼看过这么一次，啊，绝对不是假的，啊，速度加得太快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注意力不能集中了，突然就不见了。啊，所以很多地方呢有这种报道啊，我相信，啊，这不是假的，绝对不是眼睛看花，为什么呢？不是我一个人看见，啊，我们好多朋友一起看见，慧疏曰：“转轮王者，四周之王啊，由轮旋转，为夫一切故。”啊，这是慧疏里的注解。可见得了，佛菩萨的智慧、神通、道理，我们无法想象。啊，轮王一气四周。这一个单位世界，现在我们称它做银河系。他们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科学家知道的还有限。
真的是有限。不要说对于整个宇宙，就是对银河系知道有多少。现在靠着卫星探测，比从前进步太多了。用无线电传播太空当中的信息，用照相机去拍照，传过来的画面，没有亲自去看过。亲自去看过，我们六根的能力有限，我们的智慧知识有限，你对他们能有多少的理解？诸佛如来、化身菩萨，明心见性啊！又何况他们随意任何时候都能够将意志集中，就是能够做到一心不乱。他这个注意力一集中，就一心不乱。再深密的境界，他都能看清楚。佛说，这些能力我们每个人都有。记住，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佛说的。这是我们的本能啊。非常可惜，我们今天有严重的烦恼习气。把我们的本能障碍住了啊。他没有能力把我们的本能消灭，但是他有能力造成障碍，让我们暂时失去作用。这是烦恼习气。烦恼习气是最严重的。我们都知道贪嗔痴三毒啊，很厉害啊。殊不知贪嗔痴对凡夫影响最大。后面呢，傲慢对天人影响最大，怀疑呢，甚至于连菩萨都受到影响。最严重的不是怀疑别人，是怀疑自己啊。这个人没有信心啊。佛菩萨在旁边干着急，想帮你帮不上啊，你不相信你自己。能不能往生？不能往生。往生第一个相信自己。这是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上说的。他讲信讲六个。第一个是信自己，第二个是信他，他是阿弥陀佛，是释迦如来。不相信自己，信他不能往生。
姓氏、姓李、姓殷、姓郭，讲六个姓。深入净土啊，净土里面姓讲什么啊？中峰禅师说得好啊，自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啊。你没有这样的信心，你怎么能往生？你怎么能见佛？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那我们就深深相信阿弥陀佛加持你。你这一生清修，决定不遭磨难，决定不遭病苦。为什么？至心一处啊，心里头没有病呢，身怎么会有病？身是物质现象，是随着你念头转。念头有病，你这个身体就不能不生病。所以佛在经上常常比喻佛是大医王。菩萨号药师菩萨，药王菩萨，佛号药师佛，药师佛是谁？阿弥陀佛了。药王菩萨是谁呀？观音是支流啊。哪个佛不是？哪个菩萨不是？回归自信就是你自己。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你不相信啊，你不承认啊，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这个佛法越深入，自信心就越强，愿心就越坚定。这是我自己学习的体验。信心一年强过一年。愿心一年胜于一年，才真正生欢喜心。才真正跟这个世间，跟一切万事万物不再沾染。虽不沾染，不即不离，这叫菩萨道啊！不即不染，不离也帮助他，他帮助我，我帮助他。
啊，它帮助我提升境界。啊，没有外面的顺逆环境。啊，善恶之源，我们怎么提升？啊，不染就提升，染就堕落。不染会感恩，染会结怨。哎，妙就妙在此地。啊，染污的心就变成冤亲债主，不沾染那就是佛菩萨。下面说六欲天，欲界，这个欲是什么？财色名食睡。世间人贪，这些天人也没放下了。六层天，一层比一层淡薄。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说出淡泊的这个形象啊，对，财色名食睡，四王天、忉利天。跟人间没有差别，啊，男女之欲没有差别，啊，忉利天就有差别了，啊，男女在一起。淫欲是拥抱啊，比我们下面就淡多了。欲界天人福报比我们大啊，升到天上是化身，不是胎身。啊，所以他没有胎月之苦。斗率天人，男女交会是握手，你看比拥抱就淡了。啊，再往上去。化乐天人，男女见面是微是笑，啊，最上面这一层欲界，他化自在天，啊，是微微的笑笑，点点头，啊，越往上去呢，到色界天没有了，对于。财色名食睡的念头没有了，这个没有，诸位要晓得。
是禅定成就了，啊，初禅禅定成就了，定功把它扶住了，根没断，只是佛经上讲的智性一处。啊，他把的心放在一个地方，那一个地方就是禅定，就是定。所以，这个无欲，念头都不起了。啊，何况有行为，念头都没有。这是功夫啊！佛在经上跟我们说的这些事，可以在我们身上日常生活当中去体验的。我们对于财产名是谁，一般人是拥有。无有厌足，越多越好，多多益善。功夫好一点的人，知足。啊，在现前的社会，我能拥有1000万，够了。功夫更高一点的人，哎，我只要有100万就够了。你看，他的欲望不就降低了？啊，再低一点的时候，我有10万块钱就够花了，生活就无忧无虑了。这是欲望降低，自己能控制得住了。财神明是谁？全能控制。这样的人，具足修行的基本条件。啊，他修行能有成就。啊，真正修行人，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的榜样，全放下了。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三衣一钵，在那个社会，那样的国家，大家尊重修行人，都愿意供养修行人，没问题啊。现在我们到外面偷钵，没人给你啊，环境变。啊，可是真正有苦行修苦行的，住在深山里面，啊，依靠野生的果木为生，啊，他吃这些东西，心地清净，一尘不染。有没有？有啊，少数，很少。啊，在这样环境里面修行，他真修，他能维持生活，能维持。为什么？他消耗量能量太少，他心地清净。我们今天了解，能量消耗最大的是妄念。真正修行人，他没有妄念呐。如果一个人
把心放在阿弥陀佛上，一心专念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一个念头。我们能够想象得到，他一个星期吃一餐饭就够了。阿罗汉如是吗？阿罗汉一个星期吃一餐的，够了。也就是说，它是个省油的灯呐。添一次油可以点7天的。7天一次一餐饮食，它就够了。现在的人妄念纷飞呀，一天到晚胡思乱想。一天三餐吃不饱啊，还要加多少道点心啊？道理在此地。你每天消耗的能量多，你补充不足，你生病啊，你受不了。这桩事情不能跟人学的。什么时候可以学呢？妄念减少了，心定了。佛法讲，你修学得三昧了，可以。得三昧的人，一天一食。日中一时决定不成问题。真正的三昧，两三天不吃饭是平常事情。他不会感到饥饿。不会感到体力衰弱，不会。依然精神饱满，这些事情也是我亲身体验的。我跟李老师学经教，老师在家居士。我跟他那一年，我30岁，老师69岁，他大我39岁。老师一天吃一餐，而且吃得很少，他的工作量是5个人的工作量，一天吃一餐。他告诉我，他30多岁的时候开始日中一食，你看到差不多将近70岁，40年了。我也学他。但是我的一餐比他吃的多，像他那个分量我还受不了，说明
他的心比我清净。他的工作量比我大，啊！我从学佛那一年，也就是26岁，学佛半年。我吃长素，大概学佛一年半，我晚上这一餐断掉了。啊，所以我跟李老看到老师那个样子，我把早餐也断掉，不难呐，我有底子，我也有好几年。我到第8个月才把这个事情向老师报告。老师问我，精神体力有没有异常？我说没有，很正常。他把桌子一拍，很好，你永远坚持下去。为什么？一生不求人呐、我们需要的很少啊，生活很容易过，日子好过啊。人道无求，品自高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每天只有一餐的念头。我早晚没有这个念头，一点事都没有。如果有念头的话的时候，那你一定要吃，你不吃的话你会饿。没有这个念头不饿啊，没事啊。让我们想起大乘法理佛常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三餐饭是从心想生。你每天只想到一餐饭，那个两餐你决定就不会想了。若无其事。啊，这都是我自己亲身经验。啊，所以色界天人饮食就断了，财色名食睡五欲没有了。啊，这个没有不是真的没有，是定功扶住了这烦恼习气。初禅天人如果不能够提升到二禅三禅，那他的禅定失掉之后，也就是他寿命终了。他向上不能提升，肯定往下面去了。定功一失掉，烦恼就起现行，所以那叫石头压草，不是转烦恼成菩提，他没转呐。啊，色界四乘天，这个18层天，啊，四禅，无色界四乘天。都是靠定功，四禅八定。
学佛也都要修。佛法修定跟他们修定的目的不相同。他们修定可以说是享受啊，享受禅悦定中的境界，纯净纯善。因为他把烦恼扶住了的清净心，他烦恼没有断掉，如果断掉，那真的清净了，他就超越六道了。他是扶，也叫扶断，不是灭断。那佛法里面修定的，定要开智慧啊，而不是贪图禅定里面的快乐。因定开慧啊，慧才能解决问题。慧怎么样？慧能够把烦恼转变了。转烦恼成菩提要智慧啊，禅定转不了，慧就转掉了，转了。所以定中开智慧，这是圣人，那不是凡夫了啊。诸位要知道，十八层天都是凡夫，小乘出国是圣人啊，他的定功不深很浅，但是他定里头有智慧，这就不一样啊。所以小乘能力四相，禅定能扶住，不能离啊，扶住。有的没有智慧，有定没智慧啊，智慧开了能转烦恼成菩提。把思想转了，梵王大梵天王之一称啊，佛经上称他为大梵天王，梵天总指色界诸天啊，色界有十八层天啊，初禅三层天，二禅三禅都是三天啊，九层天了，四禅有九层天，凡夫天三层，外道天有一个，无想天啊，无想天是外道，修无想定修成功了，就到那里去了啊！再向上去呢，是小乘圣人修学的地方，无不还天，有五层啊。所以四禅有九层天，四禅是凡圣同居土
啊，欲界天里面，斗率天是梵净、梵圣同居土。啊，斗率天有内院跟外院，外院是凡夫，内院是弥勒菩萨的道场，是圣人。啊，我们这个地球上也是凡圣同居。众生修德，众生修福，圣人就出现了。众生要造罪业，圣人虽然在地球上，你看不见他。啊，你也遇不到的。以上代表菩萨以善根立了，感得生生尊贵，德高望重，财富充足，这上面所说的啊，就是经文第一段啊，第一个小段，福智，我们佛法里面讲啊，福慧双修啊。啊，人一定要知道修福修慧，福慧双修不外乎布施。啊，财布施得福报，得大富啊；法布施得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我们希望自己在这个世间能够得这三种果报。果必有因，因一定感果，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修三种因，一定感三种果报。一切时，一切处，纵然灾难现前，有福报的人，他不会难过。到时候他总有东西吃，总还有衣服保暖。为什么？他有福报嘛。修因感果，啊，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灾难越来越多，啊，我们还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多行布施，啊，照顾贫穷的人，照顾苦难的人，啊，用财力、物力就周济他们。灾难现前的时候，你能够很幸运的、很平安的度过。啊，如果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到灾难的时候，恐怕自顾顾不了了。啊，在灾难的前夕，灾难还没发生的时候。好好修因呢，这是正确的。
啊，要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你一定有好报。是好，我们讲了很多年了。啊，现在要特别提醒大家，真的要断恶修善，要改邪归正。啊，连外国的科学家都这样劝人。那么下面这讲感果，或为人王，或作天地，上弘下化，能满所愿。啊，这些人，特别是具有慈悲心，不忍心看到众生苦，想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如果自己没有财富，你帮不上人的忙，没有智慧也不行。有财富有智慧，没有地位还是不行。三个条件都具足，这不容易啊。三个条件如果有一个，尽力而为，做好啊。啊，这三个条件是以位高，人往天地，要以它为首。我们有财富，财富贡献给他；我们有智慧，把智慧贡献给他，在他领导之下，救度一切苦难众生，这就对了。啊，他做的好事就是我们大家做的好事。啊，他居高位，如果不能行善积德，那造的业很重啊。啊，果报也可想而知。古人说的一句话说得好，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这样才能够维系社会安定，维系世界和谐。圣贤教诲，用意很深，我们要能体会到。以教奉行。根由善根立者，大愿立者，常得之福。这是遇到啊。啊，那要善根，要大愿，你才能遇到佛法。佛称之为宝啊，
三宝之首啊，佛宝、法宝、僧宝。遇到佛法有什么好处呢？遇到佛法能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你就永远不再受苦了，能够帮助你脱离十法界，你也就成佛了。这是无比的稀有难逢。可是在今天的社会，学佛的人有，好像佛教徒还不少。在全世界听说有五六亿信奉佛教的，可是真正学佛的人很少不多。信仰佛教而不认识佛教，跟不学佛的人没两样。佛在哪里？佛在经典里面。如果我们不能深入经藏，我们对佛菩萨就一无所知啊。不认识他，不了解他。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你就得不到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所做的示现表演，我们要记住，我们要细心去体会。他19岁离开皇宫，出去参学，过苦行僧的生活。在大乘教里面说，他放下了烦恼，出去参学，学习12年。这个年轻人有德行，有智慧。12年当中，印度所有宗教他接触了，所有的学派他也接触过了。然后把12年所学的也放下了，菩提树下入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佛门的说他成佛了。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79岁圆寂。经典里面记载着，一生讲经300余回，说法49年，教学49年了。
三百余会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半班。办了300多场。啊，每一场时间长短不一样。时间最短的2、3天。时间最长的好多年。一生是讲学。没有其他的活动啊。没有听说你到今年去找。释迦牟尼佛什么时候打个佛七？没有。释迦牟尼佛什么时候做个禅期？也没有。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办法会？也没有。啊，经典里面所说的法会全是教学，半半教学。这个要知道啊。啊，所以佛教跟其他的宗教你去一比较，差别太大了。其他宗教都有一个主宰的神明，佛教里头没有。佛教里头我们遵从教主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人，不是神，也不是仙人。啊，印度人称佛陀，就是中国人称圣人。啊，佛陀这个名词翻译成中国叫觉者，就是觉悟的人。啊，开悟的人。啊，印度人称为佛陀。啊，中国圣人呢，也是这个意思。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通达明了，这样的人叫做圣人。啊，所以中国这个圣字，跟印度的觉是有同样的意思在里头。啊，菩萨是个求觉悟的人。还没有证得觉悟啊，圣人的学生呢？我们今天讲贤人、君子啊，印度人称为菩萨。啊，所以佛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我们要这样解释啊，释迦牟尼佛的教育。释迦牟尼佛教什么？教你开悟，教你明了宇宙人生真相。啊，那用我们中国人的啊，古老的看法，释迦牟尼佛一生所做的是圣贤教育。啊，如果用今天的话来看释迦牟尼佛呢？释迦牟尼佛是哲学与科学的教育，这个话还没有得到大多数人承认，但是有少数人已经提出来了。我学佛的时候，方东梅教授，我跟他学哲学，啊，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
四个单元，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他第一句话告诉我，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这样学佛的，通过60年的学习，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们，就在这部经上啊，338面，你就看到，1980年之后。30年前，近代的科学家，量子物理学家，跟我们讲解他们用科学方法对于宇宙啊新的认知。跟佛经上讲的阿赖耶完全相同，说明释迦牟尼佛是最伟大的科学家。最近量子学家发现的，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就讲得这么详细，这么透彻。释迦牟尼佛是怎样认知的？禅定智慧呀，禅定智慧是本有的，不是从外头来的。甚深禅定，宇宙的缘起看见了。宇宙从哪来的？科学家讲，能量、信息、物质，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能量，阿赖耶的业相。性相，阿赖耶的转向；物质，阿赖耶的境界相。大乘教比科学家讲的更清楚，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大乘佛法是最高的科学。我们对佛陀不认识，你说什么？认识之后你才知道，普世的教育，学伦理、道德、因果，高深的教育跟他学哲学、学科学。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